为了生计，四十多岁的西安人如斌早年间卖过菜，当过的哥，干过拉军运输等工作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些年，如斌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。最近几个月，爱折腾的如斌又开始做起了一件让他觉得心安的事情，给环卫工等群体免费提供早餐。如斌在西安城南有一家临街门店，晚上经营烧烤，白天则提供爱心早餐。从今年7月19日开始，如斌和饭店的工作人员每天要准备100多人份的早餐。如斌表示，自己办爱心早餐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目的，一方面是闲不住，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帮助别人获得一种认同感和内心的宁静。这些年的身体也不太好，想给自己找一点事儿干。刚好我有这个店面，也都在，我的员工都在，经常我跟这些保洁工或还有下库的在一块聊天，他们这些人也挺可怜，早上起来的早，晚上回去的晚，吃饭没有着落的地方吃饭，我就想起能不能给他们做点爱心，也给我充实一点。早上7时许，饭店附近的环卫工已经陆续到来，等待开饭。一些环卫工会提前到一会儿，帮忙摆放桌椅板凳，清扫地面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表示感谢。对于西安环卫工熊福堂而言，爱心早餐带来的尊重感比免费更让他感动。从之前坐在马路边匆匆吃几口馒头，到现在大大方方坐在桌子前从容就餐，这种改变让他觉得自己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。老板每天坚持5点多钟起来就给我们做早餐，有稀饭，有鸡蛋，有馒头，有各种小菜，还有牛奶。我这是我在干过5年多的环卫工人从来没有遇见到的。算上人工、食材、水电等成本，每天的早餐需支出400-500元，一个月便是上万元。如斌称自己现在还有一些积蓄，能将爱心早餐坚持一段时间，至于能坚持多久，他也不想考虑太多，唯有尽力而为。只要条件允许，如斌每天都会在网络平台上直播爱心早餐的就餐情况，在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的同时，也让网友对自己进行监督。虽然网上有不少声音认为爱心早餐是一种作秀，但如斌却表现得很淡定。有很多的粉丝说我在作秀，假如说我作秀能让爱心传递下去，我愿意作秀。